跟沈师兄一起打卡八段锦吧。左脚分开，松劲站立，掌抱腹前，屈膝下蹲，呼吸自然，一手丹田。两手托天，理三焦，上托，下落，托，落。左右开弓四射雕，搭腕，开弓，分手，并步，搭腕，开弓，分手，收脚，调理脾胃，需单举、上举、下落，举、落，五劳七伤往后瞧。起身，后桥，转正，起身，后桥，转正，摇头摆尾去心火，上托。下按，起身，右倾，左旋，摇头摆尾，起身，左倾，右旋，摇头摆尾，两手攀足固肾腰，侧举，下按，上举，下落，反穿，摩运，攀足，举，落，穿，摩。
环泉怒目增气力，开步冲拳，抓握回收，冲抓收，背后七颠百病消，体肿颠足，两掌外开，合于腹前，手下落，练功结束。太极沈师兄，健康养生更轻松。明天等你哦。